这个现象事实上是自然界里面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现象，也是非常神秘的。就是你在很多个不同组成分子，它们最后可以达到一个和谐的状态。那这个东西我开始想到了跟频甩之间的关系。各位观众朋友，有没有看到我们今天特别播放的这段影片？你有注意到有什么不一样吗？有没有发现好奇怪哦？一开始每一个它都是不一样的一个频率，怎么摆来摆去摆来摆去，哎，慢慢的这一堆开始变一样了，哎，慢慢的越来越大群，大家都变一样了，甚至最后有一个顽固分子，他始终没有跟大家摆的一样，结果我们来仔细看，哎，最后通通都会变一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我们今天为大家呢邀请到一位牛津大学毕业的物理学博士，就是我们的何昌明教授。他从小就立定了一个志向，他说我觉得什么事情都应该有个答案，所以呢他从小就发现宇宙万物人生世界这么多这么多的现象一定会有一个答案，所以呢他就立定目标要去追寻这个答案，而走上了物理之路。来，我们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我们的何昌明师兄啊，请昌明师兄来跟我们稍微聊一聊这个刚刚我们所看到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好，谢谢丽雪师姐。这个现象事实上是自然界里面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现象，也是非常神秘的。就是你在很多个不同组成分子，它们最后可以达到一个和谐的状态。大家可以看到，从原来大家各摆各的调，一直到后面全部大家摆同一个频率。对啊，那这个叫做同步啊，钟摆的同步。嗯哼。那这个东西我开始想到了跟频甩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大家观众朋友应该可以想象，每一个小的节拍器就好像是一个在练频甩的人一样。是。那结果透过这样一个大家一起来共同的运动，会发现原来不协调的东西最后会变得协调，所以这是一个共振的同步的一个原理。那么所以我们就个人的层次来讲，也就是我们一个人，我哪里不协调呢？哦，这个就是李凤山师父告诉我们，这个身体里面的不协调，每一个地方的不协调产生了你身体的一些身体身心的状况。我明白了，我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独立的单位，我里面有很多钟摆，我的眼睛可能是一个钟摆，我的这个心脏是一个钟摆，我的胃也是个钟摆，我这里面很多个钟摆是吗？那他们都各自在摆各自的，各自有各自的频率，各自有各自的频率。所以如果我今天能够用一个主导性的频率来引导的话，哎，我所有的五脏六腑全部甚至我的细胞都可以有同样的频率来摆动，所以就是个人的一个共振它就产生了。是。那么我跟你，我们两个也可以来共振吗？没错。怎么个共振法？哦，就是我们两个。对，我们两个。我们来一起来练频甩。对，一起来练频甩。对，然后我们就会产生一个这个共同的这个节奏啊。那人越多的时候，事实上要达成这个现象就越容易啊。所以我们团体就可以产生共振。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团体然后跟整个社会也产生共振？当然是有可能的。是，你是说当全世界的人一起来摆？对，哦，所以频甩的共振相信就是从我们一个人开始慢慢扩及出去，扩及过去到整个甚至整个地球整个宇宙都有可能处在这个共振的领域里头。这个现象不只是只有钟摆，是还有像水里面的鱼，很多鱼一起游的时候，会发现最后会发现这个全部的鱼都游同一个方向，还有天上飞的鸟。你讲到这个，确实天上飞的鸟一开始可能东飞西飞，哎，飞到最后它们全部也会飞。这个是一个大家去找的话都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很特殊的现象，所以这个感觉很玄哦。不过呢我们李凤山师父说什么是玄学啊？哦，就是科学还没有办法验证的东西。对，是因为我们的科学还没办法验证，我们把它称之为玄学。但其实也许更高超的这个生物他就有办法解释这个现象了，对不对？或者随着时间的演进，我们后来对现象越来越了解，就越来越了解，发现哦，原来
还是可以理解的。好，那我们就来探讨这个平甩这个规律啊。平甩它的规律是产生于一种动态，所以我们就物理学上来讲有一个什么样的解释这个规律的动态。我想观众朋友们都可以想象，你看我们这个手臂在晃动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节拍器的那个钟摆一样。对，所以我们这里有四个字。是，那这个现象呢，我们在物理学里面啊，叫做简谐运动，简单而和谐的一个运动。简谐运动怎么？这个是物理里面非常基本的一个现象。为了要了解呢，我做了一个这个 Google 古大哥科普知识，什么是简谐运动啊？他说他有个英文哦，叫 Simple Harmonic Motion 啊，就是简谐运动是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一种振动方式。当某一个物体进行这个简谐运动的时候呢，物体的位置会随着时间的变化产生一个非常优美的波形。是，我做完这个科普的调查之后，我发现我还是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OK， 不懂。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来我现在手上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钟摆啊，这个是从用橡皮筋跟这个一堆纸这个组成的一个这个重量。我们现在要来开始上一堂物理课。你看到没有？这个今天也不是一个物理课的时间，不过我们来简单了解这样的一个现象。是。好，你看这个样一个简单的这样这个钟摆，对，往复这个周期性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啊，那就会产生一个很美妙的波形。那到底为什么呢？这个图呢，事实上有三个球，先来看看绿色跟蓝色这两个球啊。绿色的球，那绿色的球就好像这边这个有一个弹簧这样的一个系统啊，好像左右摆动这样。哦，绿色它会因为这个因为有弹簧的关系，它跑到很远它又会再回来啊，所以这是一个周期性的运动。跑过来，对，然后它又被拉回来啊，然后又这是绿色的球，对对，然后把它变成垂直方向的话就变成蓝色的球。哦，蓝色的球，哦，就好像这个像，对，像，对，它会这样来回，它会来回的弹跳啊，就是蓝色的球是走直线，对，绿色的球走横线，对，那它们都是这个一维空间的直线上的运动，直线上，不管是横的还是垂直的，红色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红色的这个球。对，红色的球的运动跟蓝色跟绿色的球的运动不太一样，不一样。这个运动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关系啊，运动的方式很不一样。可是呢，看似他们各自在动嘛，一个这样动，一个这样动。一个是一维空间的，一个是二维空间。好，那可是呢，你发现，假如说我们来比较这两个运动，是运动的这个他们的位置，随着时间的变化，你会发现，哎，这个红色的球，我们看一下红色的球，你看它把它投影到这个横的方向的话，你发现就是绿色的运动。你看它往那边跑，又再跑回来啊。哎，你看它们都会看到这个，在一个点交汇。然后呢，它的在垂直方向的就是蓝色的这个球啊，所以它们事实上二维的运动可以跟这个一维的运动中间会有一个关联。哦，就是，你是这样跑，你是这样跑，对，你是这样跑，看起来好像各跑各的，其实他们跑的是一样的。对，他们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关联，随着时间的这个关系，你发现它事实上会产生一个非常优美的波形。有没有看到这个波形？你看这个波形啊。哦，这个波形，你看，当我们这样子，你看不见，对不对？啊，但是呢，你如果随着时间的记录它的移动，你就会发现原来它不是在跑直线啊。对，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实际上产生一个很美妙的，它很美妙的一波。那这个波形就像我们听到一个很美妙的音乐一样，是非常的和谐的。好，那这个时候再回到平甩、接下来一旦了解这个原理，接下来就很简单了哈。平甩也是在做一个周期性的运动，就像一个单摆一样。对，你把它回到这个一维的运动，你就会想到，哦，原来它也是在产生一个很和谐的波，很和谐的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做平甩的时候，你的身体可以和谐，你的心理也会产生一个很和谐的感觉。哦，我懂了。你看，就是透过这个单摆，那时间的累积，我们就创造了一个美好的和谐的波。我们身体里面有这么多千千万万的细胞，是。哇，如果大家都处在这种和谐的波动里面，那是多棒的一件事情啊。对，所以用规律稳定呢，就可以甩出这个和谐的感觉。所以呢，就我们刚刚讲个人的层次来讲，我怎么样让我这千千万万的细胞，我的五脏六腑都能够产生这个简单的简谐运动呢？就是要靠自己来锻炼，对不对？那人跟人之间呢，人跟人之间
如何去产生这样的一个减鞋运动呢？就是我们要开始一起来甩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就会达到一个和谐的频率。对，就是团体的练习就让我们创造了一个和谐的频率。这个减鞋运动从个人的层次就可以拉高到团体的层次，甚至我们如果把它扩大到整个社会上来讲，整个地球哇，我们如何把这个简单的波动能够传到整个地球，要靠什么？要靠大家都要一起来锻炼，大家都要一起，这个愿力，我们讲一个愿力，就是平甩传爱。为什么要做呢？就是我们把平甩传爱的这个愿力把它普及出去，于是我们就能够把这个减鞋运动普及到更多更多全世界的人，我们大家一起就是我们的愿力。看，愿力极大无比，就可以把这个减鞋运动的力量播送出去，然后我们再甚至往外传到整个宇宙，哇，传到外星人，整个宇宙就会变成是一个和谐的。哇，整个宇宙都处在这个减鞋运动当中的时候，我们全体的波动都很好。所以为什么李凤山师父讲说，世界和平要从谁开始啊？自己开始，就是要从自己开始。所以很多人就会问一个问题我们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能不能边看电视边练平甩功？请问我们的物理教授，怎么样用物理学的现象来看待这件事情呢？我想很多观众朋友都已经有了这个答案，就是你到底要跟电视共振呢，还是要跟这个更好的东西来共振？所以我们李凤山师父说，看你是要跟电视合而为一，还是要天人合一，跟宇宙的频率共振。对，所以我们是要跟什么能共振，就由我们自己来抉择咯。以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平甩是非常的科学，对不对？是，刚刚我们看到一个复杂的系统，事实上用一个简单的运动，然后用一个简单的概念就可以去理解它，因为简单的运动产生了一个共振的现象。所以也就是说，其实物理学呢，它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宇宙万物所有复杂的现象尝试用很简单的方式来给你一个答案，是这样吗？是，这就是这个物理学吸引我的地方。我想我们的老祖宗因为看到了这个日月星辰每天这样每天都会升起又落下，就像是一个周期的运动。那为什么他们这些能量是从哪里而来？为什么每天可以这样做呢？春夏秋冬也没有给他 set up 什么 program 啊，对不对？为什么春天完了就是夏天，夏天完了就是秋天，秋天完了就是冬天呢？这是什么样的道理？这是一个自然的频率，对，那这个顺着这个频率，它就会一直生生不息。好，所以我想老祖宗就是因为看到了自然现象，就想说我们人自己能够做什么。好，那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告诉我们怎么样跟天来学习。所以为什么讲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呢？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减鞋运动就了解，要希望它产生这个和谐的规律，得需要什么时间，就时间的累积才可以让我们产生这个美丽的波动。人的身体上面有一个钟摆，所以只要你愿意练习，它就会产生一个这样的一个和谐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你看很多动物它想甩它也没法甩，对不对？你看你叫袋鼠怎么甩就没办法甩了。所以我们人类是不是很幸运，我们拥有钟摆在我们的身上，只要抓起来摆，我们就可以创造出减鞋运动的效果，就是让我们身心能够和谐。所以我们练这个运动可以帮我们身体打造出一条高速公路，没错，对不对？一个原来混乱的一个车流，最后可以变成大家都以同样的速度在前进。对，所以大家要记得要订阅我们梅门的官方频道，梅门 Official Channel， 还要记得要开启小铃铛的功能。叮咚，叮咚，叮咚。对，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要邀请各位荧幕前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用一点点的时间呢，我们来把这个减鞋运动的力量给它创造起来。你双脚平行，与肩同宽。那手呢，坐着的人可以把手放在膝盖上面，待会儿我们就一起来产生这个共振的效果。那我们现在呢，先把眼睛闭起来放轻松，我们要先把身体放松，把呼吸调到稳定，保持一个美好的意念，用我们平甩传爱的精神，
透过镜头来连接您跟我，我们一起来透过简单的平甩来创造出美好的波动。非常好，现在让我们把眼睛打开，双手平举到胸前，把手指头轻松的舒张开来，开始。一、二、三、四、五，非常好。一、二、三、四、五，甩出规律。二、三、四、五，甩出平衡。二、三、四、五，一，甩出协调。二、三、四、五，一，二，甩出身心的共振。四、五、一。二、三、四、五，甩出稳定。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越甩越轻松。二、三、四、五，一，身体放松。三、四、五，放心的甩。二、三、四、五，一、二、三、四，甩出美好的磁场。一、二、三、四、五，一，甩出契机的稳定。四、五、一、二、三、四、五，甩出共振的频率。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甩出天人合一。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气沉到底。二、三、四、五，甩出回流。二、三、四、五，好，我们慢慢的把动作停下来，三，慢慢的停下来，放轻松，眼睛闭上，将手放在大腿上，全身放松，感受呼吸的稳定，感受在规律中自我控制的喜悦。好，我们把眼睛张开，来，双脚动一动。好，我们给自己一个鼓励，我们也谢谢我们的何师兄、昌明师兄，他在人生一帆风顺的读完了牛津大学，然后回到台湾，在大学当物理教授之后呢，他反而因为生活的种种压力产生了恐慌。那恐慌他是没有一个解决方式的话，那是很惨的。看医生、吃药是唯一的路啊。所以在这个恐慌的状态之下呢，你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找到了你的平衡跟规律？是那个时候的症状就是睡不着觉，对，然后一躺下去啊，就是脑筋就开始这个动得非常厉害，胡思乱想。然后起床以后很累，可是又起床以后就会很累啊，所以你
我常常描述我那个时候就是像行尸走肉一样，所以每天就在这样一个很很糟糕的一个轮回里头。所以就是表示你全身所有的细胞五脏六腑各摆各的，对，然后就完全不和谐啊，对，不和谐。所以那个时候还好有一个机会，然后我的朋友就带我进来认识了师父的功法。那第一招就是平甩，对，那从平甩这样一个简单的运动呢，原来我还一开始不太敢甩太久，因为我在想说这个气功呢，我们这个做科学人对气功总是有一种不太了解，莫名的不敢相信，排斥感啊。是，那一直到后来，我虽然每天早上十分钟晚上十分钟少少的练习，最后发现自己的睡眠状态已经改变了，是可以变得比较能够睡得着。后来我才开始越练越多，练到我们标准的就是每一次至少甩三十分钟。所以其实甩了几个礼拜之后，他就发现原来的不协调慢慢开始协调，第一个改变就是可以睡觉啊，那身心失调我们就要靠一个简单而协调的运动来让它恢复正常，就是把不正常的现象甩到正常。所以如果您觉得不管是身体或心理有什么状况，我们就一起来甩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要在这里告一个段落咯，谢谢大家，也谢谢您的赞助，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再见咯，拜拜。